在即将开始，提醒各位乘客们，记得要关闭手机的手电筒功能。感谢各位乘客的配合。花旗的上班，各天桃园跟汉口的搭档，鼓手是前个半局带跑的严龙君，左手是球衣美好二十二号朱俊祥。紧接着，富邦悍将上场打击第五号王振。